你挖取天地精华，以造生灵，生灵筚路蓝缕，存活艰辛。女娲传功生灵，修行炼道以自强，生灵宝穴斩妖除魔，至此生存无忧。古建祠堂以供奉女娲。炎黄战于阪泉之野，黄帝训神兽貔貅，吞噬炎帝精金以作兵器，炎帝败，天下遂平。黄帝年老而崩，散精华于天地间，貔貅以作万千分身，与正道者便现身追随，吞噬天地灵气，助其修行。
净生也是。玄门有符箓秘术传于轩辕氏，皇帝以此召唤六界正道，与蚩尤战于逐鹿，击败群魔。群魔自此已听从皇帝调遣，力转符箓传于后人，可召神令鬼，唤妖呼魔，后人称之为寻仙。恪守我的使命，守护东方家园。